情来了，幸福来了，婚姻来了，房子来了，老娘家来了，婆婆来了，压力来了，烦恼来了，丈夫家来了，应该要来的或不应该来的，是我的或不是我的，左等右等偏偏不来，害怕什么什么就来。爱情来了，幸福来了，婚姻来了，房子来了，大款来了，诱惑来了，压力来了，烦恼来了，要来的全都会来，想要的不想要的，没有预告说来就来，不想明天明天就来。偏偏不来，他对你不理不睬，把你搞得不明不白，有些无奈，但我们没办法主宰，到底什么会来，又何时会离开，有一些事情他说来就来，有说白就白，过去的发生的那些的来过的现在还在不在，想要我得到的没来的还要等多久，他快不快，无法预测的未来，怎么会来，我的未来应该是给我来，我也有我的量，并不是我抵抗，我的眼睛看着前方，心里却没有方向，我也有我的量，对不是我抵抗，就算没有人在我身旁，我相信我也不会忘。这个灯以后就不要进了，这也真没什么用。嗯，你这个价钱给我看一看，多少钱进的？刘波，哦，翁经理，哎，你忙去吧，您坐。给你说个事，生意成了，合同签了，是吗？哟，恭喜恭喜！我给你的资料看了吗？都看了。想合作吗？当然想。不过条件不太好。有一批车需要参加非正式的拉力赛，为了签下这个合同，我承诺先帮他们垫资，我也需要改装店和我一起垫。那你要相信我的，我们可以合作，我是相信你的技术和人品的。如果你觉得有困难也没关系，这个合同的利润大概45%，我会垫一半的资，抽一半利润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嗯，能容我想想吗？3天时间。来，喝杯咖啡，有助理清你的思绪。老婆，万一我这回又失败怎么办？那你看看我现在养活你有问题吗？哎，到时候笑笑归你管啊。输完了，谢谢啊，护士，不客气。这笔生意你能赚多少钱？30万。翁沙利投的钱都放你这儿吗？嗯。走你的账户？应该是。那你还怕什么呀？生意是人家拉来的，人家投一部分运营资金，收取合理的回报，这很公平啊。那会不会有风险啊？要说风险，他的风险应该比你大，他都不怕，你怕什么呀？我也这么想的。哎，姐，那从你的角度看，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注意的地方呢？行啊，
成长的挺快的啊，知道听人劝了，知道规避风险了。哎呀，亏不是白吃的，这路还是一步步走，踏实。哎，那资金从哪儿来呀？那筹呗，这个，要不我跟蒙莎莉商量商量，那个我少投点，然后也少挣点。这种好事怎么没想着你姐呀？ 这样吧，我来投。你给我分红，或者给我股份都行。不过我有个条件，我要看账本。没问题。人家是正宗的大学教授，退休了。哟，这么有学问呐！平时推一小破车卖花，看不出来啊。你说现在他这身份吧，我倒觉得我有点配不上他了。 那他什么意思？他对我挺好的，还跟过去一样。嗯，真正有学问的人都这样，不拿出来显摆。你说我现在一个初中生，我怎么觉得我配不上他呢？人家不是还没说什么吗？这不心虚吗？我，嗨，都一老头了，关键是找一个能说说话的，能做做饭的，平时有个病有个灾的，有人能帮上一把的。 你可别出溜过了。哎，这件儿不行啊，这排气的件儿得换一下吧。这材料很贵，卸了换吧。这贵贵也得换啊，我知道贵。那干活的讲信誉啊，你说呢？哟，还在忙着呢。啊，您进去吧。书香，看爸爸在忙着呢。办公室下边的涡轮什么件儿？正常的吗？以前。正常的。柳波，吃饭了吗？ 啊，没事儿，您进去吧。啊，还没吃饭呢，先把饭吃了吧。啊，没事儿，忙完这儿我就进去吃了。您进去吧，要不？你不是，你得让人家吃饭呀。那先吃饭。不在乎这一会儿啊。吃饭吧。吃完了没？ 我跟你说啊，以后店里不管多忙，你总得按时吃饭，听见没有？嗯，记住了。明天我亲自下厨给你加餐。不用，我这儿挺好的，你在家好好带孩子，别瞎忙了啊。可是你做饭是我的乐趣，你不要剥夺我的快乐啊。乐趣。你看看。 爸爸多辛苦啊，为了工作，为了赚钱养家，连饭都不吃了。又逛过来了。啊，我溜溜弯儿，他在吗？ 人家姑娘姑爷来看了，啊，您说她这两天身体不大舒服啊？好了，这几天有点忙。哦，忙什么呢？就那个谁，他们亲戚啊，给他介绍一对象，相亲去了。相亲去了？可不是嘛，这把年纪了，碰上个合适也不容易啊。哦，他说合适啊？ 介绍的人说合适，我还没看见那老头呢。哦，哎，那人是干嘛的？以前银行的，退休了，退休工资还不少呢。哎，一把年纪了，不就图找个合适的伴儿安度晚年吗？好，您忙啊，您忙。 慢慢吧，慢慢吧。哎，干嘛呢？刚才老林又过来了，他来了，打听你呢。哎，我就编了一个，你相亲去了，人家还挺失落的。哎，这下该轮到他睡不着觉了。他还失落呢？那当然真的了。
今天还上不上班啦？站不住了。这星期每天就睡三四个小时，然后再睡一小时。哎，车都改装好了没？顺不顺利啊？好，好，好，我们不打扰爸爸睡觉了啊、哦！我们出去，不吵爸爸啊、哦！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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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出去玩儿。怎么样？这个刹车性能还是提升不上去，这车在紧急状态下的反应速度还是不够。我相信你，你做不了的，别人更做不了。你是我见过最优秀的技术人才。过两天我换批新零件试试吧，看看设备提高以后怎么样。嗯，硬件你需要什么型号就告诉我，我会通过我的关系去找。你只需要提要求，把好技术上的关。嗯，好，谢谢你，孟经理。叫我 Windy 吧，我们现在是合作的关系，而不是上下级。谢谢 ，Windy。睡着醒了，哎呀！哟，我才回来呀，爸爸才回来。啊，看看咱闺女。哎呦，困了，真困了，我要困了。爸爸亲亲。嗯，亲亲。嗯。干啥呢？哎呀，哎。我看你心情也挺好嘛。温莎莉找到了我要的改装的那个原件，改了一辆，完全达到技术指标。嗯，明天咱们检验一遍，如果行的话，就进行全面改装。来，等一下，小小，来跟爸击个掌。结婚这么多年了，咱们好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，一家人安安静静的散散步、聊聊天呢。是，你忙，没办法。是我一直都在忙啊。以前在公司是天天加班，后来当了副总，又忙着全国各地的出差，后来想着自己做生意、开酒吧。钱是赚了不少，房子也不少，可是我好像从来没有照顾过家，照顾过你和豆豆。嗨，说起这个来了，这么多年都过来了，也挺好。不瞒你说，从结婚到现在，我一直骄傲地认为我自己是对这个家贡献最大的人。嗯，你认为的没错，你的贡献是比我大。大伟，如果不是因为你默默地承受这一切，如果不是因为你在关键时刻用骨髓救了豆豆，如果不是因为这些，我们可能早就天各一方了。也许我们已经在两个世界了。你瞧，你刚从医院出来，本来好好的，你说这么多这个干嘛呀？人家俗话都说呀，说冤家夫妻冤家夫妻，不是冤家成不了夫妻。说的多对，不是冤家成不了夫妻。走了，咱们回家了。
啥去呢？他们被我哄睡着，快洗手，抓紧时间吃饭。哎，老婆。啊。家里有酒吗？酒？嗯。没有，你想喝酒？我们得庆祝一下。庆祝什么呀？我们公司第一辆改装的拉力赛车，今天试跑成功了。真的？慢点，慢点。哎，我真的去买酒。哎，我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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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腿长。等着我啊！这技术难题一攻克啊，就可以批量生产了。要是按照现在这进度呢，在合同期内完成，没问题。温莎莉，第一笔合同款如约打到你的账户了没有？就关心起来。你也不看看你丈母娘是谁？第一笔钱已经打进我账号了。老公。你有钱了，少喝点吧你。那改天带你啊，我们去挥霍一下。我不要。嗯。你还有一件事儿没办呢。什么事儿？你老婆我还待字闺中呢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你想换新的？哟，这你都知道啊！我也想把旧的给换了。你敢？老婆。嗯。我一定风风光光的再娶你一回。认得你们，上次就是我给你们办的。想清楚了吗？想清楚了。是自由恋爱吧？完全自由。好，恭喜你们啊！上回就是人家给照的，这次一定比上一次照的好看。嗯，哎，不好意思，你等会儿吧，那个我不太上相啊。吃点好的。这是我们俩婚后的第一次大餐，以后每年的今天你都带我来这吃面，并且还就是这个面。加两个。您好，您的面。以后不许欺负我，也别对我太好，
说好俩就俩。哎呀，这么大岁数了，哎呦，玉龙雪山，这多著名一地儿，能不去吗？你说，那得去，就是你。那我开门去。以前吧，我觉得你爸特窝囊，啥都不行，闹了半天，人把心思都用在这上了，能着呢。我吧，那是真人不露相，知道吧？在家不拿家伙事儿当事儿。千万别表扬，一表扬就得意忘形。来呀！哎呦，还有螃蟹呢！哎呦。又吃螃蟹呀，这太麻烦了。我们还是第一次在这种改装店里吃饭啊。哎，儿子，你今天把我们招来，是不是有什么好事要宣布啊？别慎着了，趁着螃蟹还没吃呢，说说。这你都知道？当然知道。今天呢，我们改装店第一笔生意已经顺利完成了，所有的款项已经打进我账户。恭喜你儿子，老公，恭喜你，刘波，我就知道你行。妈，这店能成立，我能成功，还真得感谢您。你想啊，您为了帮我把上海的房子都卖了，其实这事儿我一直想好好报答你。哎呦，刘波，我一直把你当半个儿子看。啊，你说你那会儿欠了钱，那我跟曼曼的日子不是也一样不好过吗？一家人，没有什么报答不报答的啊。妈，话是这么说，但是，嗨，我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。您看，这个呢，是我们店的股权转让书，我已经把一半的股份转到您名下了。从今往后，我们店所有的利润有一半是您的，您收下。哎哎。这不行，这不行，刘波，先不急不急，你们刚刚开始起步啊，等你们平稳了啊，把日子过好了，咱们再说啊。妈，这是我跟刘波的一点心意，你就拿着吧啊，你收下，收下啊。你说原来咱们两家为的钱，哎呀，计较的，你说争来争去啊，弄得谁都没有好日子过。现在呢，经过这么一系列的事儿，我也想开了。真的，这儿子跟我一商量这事儿，我马上就同意了。我是这么想的啊，你说守着一大堆钱，带了一大堆烦恼，咱不值啊。收下，收下啊，收下。刘波，那我收下了。收下，收下。咱吃饭吧，来来来。哎，拿着。哎，我来。妈，妈。哎，哎，今天你可得完整吃回螃蟹啊。完整吃，哎，赵女士啊，就上回你吃出那法海是在什么地儿吃出来的？我教你啊，你看，先把这个盖子这样打开，看到了吗？掀开。哎，然后你看啊，这样把这个弄出来。哦，这拿，你看，把它这样翻出来，看到吗？哎，不用你了。不会了，不会了。看看，嗯，对对对，这个就是的。你把它拨出来，一会儿再配上宝座啊。咱俩再跟小两口搅和，咱俩真成法海了。咱俩要是真的成了法海啊，咱俩就关在这个螃蟹壳里出不来了。好吧，明月，挺好的。来来来，快坐。嗯，店里的生意还好吧？好，和您在时也一样好。账本我帮您管着呢，要不我拿给您看看？啊，不用了，给我倒杯水吧。哎，好。
看看你啊，和以前大不一样了。嗯，我记得我刚见到你的时候，你对自己是否能养活你们母女俩一点信心都没有。那时候好像刚刚离婚吧，觉得离婚可是天大的事儿，没了男人这辈子都没希望了，好像一肚子的心事。老板，您可真会看人。那时候我就觉得，我以后肯定没好日子过了。可是你现在大不一样了，你看看这个酒吧，被你管理得井井有条，我不在，比我在的时候还要好。您把我说得太好了，其实有很多地方我还不太懂。你相信我看人的眼光吗？那你就要相信我的判断。以后我想把这个酒吧交给你管。以前我把太多的时间都放在了赚钱上，我想把这些时间都还给我的家庭。老板，您这么信任我，我行吗？你行，你本来就是一个自强的女人，现在又学会了自立，我相信你一定能管好这个酒吧的。我都是跟您学的。明月，其实咱俩差不多大，对吧？可是我们却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。是啊，我是过早的学会了自强和自立，我赚钱养家，做生意投资。可是我也变得越来越自我，不顾家人和朋友的感受。现在我就受到惩罚了。我希望你和我在一起，能够学到自强自立，但千万不要像我一样，越来越自我。行了，时间不早了。你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您先回去，我收拾好了再走。以后啊，有你忙的。我想自己在这儿再坐一会儿。啊，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嗯，谢老板。走吧。去哪儿了？我敲你门呢。啊，我有点事儿。送女儿去了。啊，不是那个，我女儿早走了。啊，听说你这两天身体不舒服。啊，现在好多了。啊，没事就好。我跟你说，我花圃里的重要品种要开花了。有时间去昌平帮我卖花吧。有时间我去帮忙。啊，我想开一个有照的花店，给你股份怎么样？以后咱们好好干，不会寂寞的。要干的事情多着呢。啊，对了。啊。阿玲，上次那个。借你的钱，我一下子可能还不了，我得分两次还。你先拿着用，我有退休金，另外我还挣着一份呢，早晚都得还的。哎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那个，那我走了。赵晴，听说你相亲去了？啊，对，我相亲去了。为什么？什么？为什么？我想找个老伴儿。我也想找个老伴儿来着。那你找着了吗？本来我以为找到了。那恭喜你。你先别恭喜我，你也太心急了，好歹让我给你参谋参谋嘛。
这两个人的事儿怎么让人参谋啊？那万一上当受骗呢？我送送你吧。前几天在街上卖花，一蹲下去差点没站起来，我以为身体出了毛病，后来到医院查了查，没什么问题。怪不得我那么长时间没看到你，我到你们家也找过你，打你手机也打不通，我以为你跟我摆什么架子。那怎么会呢？啊，所以你就相亲去了？明天你有空吗？干嘛？我请你吃饭。行。那你也早点歇着，明天见。哎。好。哟，老婆，下班了。你来干嘛呀？你越来越漂亮。有事儿说事儿。你不会又来要钱吧？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就是想来问问你。一直想这么单身下去？当然不是了。那过两天咱领证去。你放心，这证啊我一定会领的，但那个人绝对不会是你。要知道你选了个这么好的地方，我早知道换件衣服的了。我觉得挺好的，来，请坐。哎，还挺丰盛的啊。小张，送我的。啊。哎呦，苗圃里摘的。不，是我专门买的，送给你的。行，不瞒您说，我还是第一次收到别人的花。您坐。哎。哎呀，真丰盛啊！你先尝点啊。小赵，咱们俩在一起挺好的吧？挺好。我们俩都是老乡。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？你是在逼着我说你好话是吧？人帅啊，嗯，又有文化，行。你觉得我身上有什么不能容忍的缺点？没有。不。啊？你有的时候吧，有点磨磨唧唧。我平时挺雷厉风行的。你买花挺雷厉风行的，但是你平时确实有点磨磨唧唧。那我呢？啊，你呀，你就是太勤快了，做的饭太好吃了，有时候还有点直。我哪有你说的这么好啊？打扰一下，请您上下菜。哦，好，好，好。慢用点。哎，好。这么丰盛，来尝尝，尝。嗯，我自己来。好。小赵，嗯，有一件小礼物，你要不要看看？
这很贵吧？我前两天买的，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。我喜欢。哦不，那个，我不行，你试试，我手指有点粗，你试试看。我真的不行。来，你看，正好。这代表什么意思啊？求婚呢、啊？真的、啊。各位来宾，各位朋友，先生们，女士们，大家好。今天这个婚礼由我来主持，知道为什么让我主持吗？你说。不知道吧？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，因为我当过老师，我口才好，可不是一般的好啊。我有点儿老王卖瓜的意思了。今天啊，咱们在这里举行的是三对新人的集体婚礼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第一对是我的亲家赵秀英女士和尊敬的大学教授林翔先生，第二对是我的儿子刘波和我的儿媳妇赵曼曼，第三对不好意思了，是我和我的老伴儿。今天是我和我老伴儿结婚40周年的日子。年轻的时候啊，没有机会好好的办一次婚礼。那么今天我和我老伴儿呢，是秃子跟着月亮借光了啊。我们俩借人家的光也补办一次，希望得到大家的祝福。谢谢谢谢谢谢。下面有请第一对新人上场。看看啊，看看新郎新郎，款款向我们走。这是我的亲家赵秀英女士和林翔先生。嗯，你看她身材多好啊，长得多漂亮。我真是我为她是羡慕嫉妒恨啊。她呀不光长得漂亮啊，他是个精明的嗓子黑妞啊。他来到北京啊2年多，就把我们京城最帅的老帅哥林翔先生给忽悠到手了。你们说他是一个多么会做晚年投资的精明人呐！啊，给点掌声吧。怎么还没到我们啊？快了吧。哎呀，你妈我妈高兴，咱们多说点，是吧？你妈怎么说不完了？哎呀，他们俩是主角。我这一辈子啊，我就成功投资2次。这个第一次吧，我把我的女儿投给了王老师的儿子刘波。还有吗？把我自己嫁给了老林。他来北京真是我的福地，在北京，我跟我女儿都找到了幸福。他终于承认我们北京是他的福地了。接下来，哎，到我们了，我去报销小费。快快快啊！让人肉麻的二婚男女，快快快！他们就是我那英俊的不像话的儿子，和漂亮的不像话的儿媳妇，掌声有请。日子里，我只想对我儿子和儿媳妇说一句话。听好了啊，希望你们今后好好的相亲相爱，好好的过日子，好好的对待我的孙女儿。我这个大灯泡啊，以后就不到你们家去发光了。哎呀，我的光芒啊，要照耀我的老伴儿，照耀我今后晚年的。
紧说两句吧，又说不上。那，哎，瞧我妈说的，我是二婚，但是呢，我娶的是同一个人。大家都知道哈，我和我老婆呢属于未婚先孕的典范啊。我们家笑笑呢就以小名叫笑笑，没有大名。那在今天这个大喜的日子里呢，我要给我们家闺女起一个大名，就叫刘笑笑啊。愿笑笑呢给我们家以后带来欢声笑语和欢乐。好，换你了。换人了，我接着给大家主持。爸，哎，来了，什么事儿啊？妈啊，看着啊，哎，这是我爸专门给您买的旗袍。哟，为什么呀？您以前不总说吗？羡慕曼曼穿婚纱，所以我爸就专门给您准备了这旗袍。我是羡慕，可。哎呀，你不能这么浪漫，你弄得我不行，我受不了这。这偶尔浪漫一回是吧？怎么了？我这辈子我也没穿过旗袍，不行。那你就穿一回是吧？闺女啊，伺候你妈，更衣。好嘞，妈，走吧。哎呦，我今天好了。快去快去。哎呀！而各位，今天您是来着了。我估计您活这么大，从来没看见过说两对亲家还一对儿女一块结婚的。这三对一块办一个集体婚礼，这您都没见着吧？哎，那今儿您算来着了。那咱们下面有请第三对新人，哎，第三对新人有请你们入场。说一些这次结婚的感言啊！啊，哎，没拿这玩意儿说过话。那个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谢谢这个兄弟姐妹、叔叔大爷，是吧？啊，婶子大娘。那个，我今天啊，有一最重要的事儿，我要把今天这个美好的时刻永远留在我的相机里。来。哎，亲家，你自私了啊！大家可以一块儿吧，一起一起一块儿吧。再找一下，你不行，不行，你上来吧。姐，快来！来，大家准备好，来，预备，一二三，起！房吗？你有没有房子啊？买套房子吧，买套房子，买没买房？两居室，三居室，你有吗？你有吗？你有吗？看你对我姑娘好不好，就看你买没买房。这房本的名字，必修贵吗？阿拉就想小姑娘结婚时的，那名字写在房产证上就。你想娶俺女，你必须得在县城给我买一套房。如果没房子呀？可以倒插门，这个你愿意花？你有吗？你有吗？你有吗？你是公务员吗？你一个挣多少钱？你能满足他的需求吗？你会做饭吗？能孝顺父母吗？有责任心吗？你有吗？你有吗？你有吗？孝顺父母，有责任心，对我女儿好，要长得高，工资要拿得高，学历要高，老闺女当宝，善良有爱心，能孝敬四位老人，自己能赚钱，有事业心，有上进心，家务活你得全包了，烟得戒了，酒也得戒了，有稳定的工作，俺们要就有包了。你有吗？你有吗？你有吗？这个你愿意不？行吗？行吗？